有嘉華發展的啟德海灣劈價兩成，即入賣了18間，成績是相當理想。你看到它是分了兩期，這期就賣了一期，旁邊二期未開的，total 加埋就2000幾伙，所以整個屋苑好大，個匯水又好大。呢邊就海濱內海嘅景，其實好超嘅。其實住喺呢度 ，Sally 起完之後就大概咁嘅樣啦。咁兩座 tower 一邊就係海濱。我哋而家睇間305尺嘅一房，大概係400多萬，然後一個大嘅一房，我哋入去望下。入門就電子門鎖啦，一個細嘅玄關，一個一字型嘅廚房，基本上間隔嚟講就幾似啫，同埋佢係用咗一個圓形設計上係花心思。然後我最中意就一個趟門同埋一個好大嘅露台，似一房呢種露台就真係大得陣，你晾衫都好方便，擺張凳出嚟硬硬腳 OK 嘅。個樓底就正常樓底，3.15米高，呢邊就係睡房。睡房都几方正嘅，2米乘2米2，然后再转过嚟就有一个浴室。呢度啲云石面靓仔嘅，所有嘢就好奇丽，似啲单位实用。有一个海滨生活，你觉得点？